日本紧急事态拟延长至8月31日，并纳入大阪、埼玉、千叶与神奈川。中国电荒引发电费大涨价，尖峰时段上涨最少20%。拜登呼吁地方政府发放$100给新接种疫苗者，来提高施打率。英国外长拉布表示，可能不会参加北京冬奥。